去感觉，我已经分不清是悲是喜，再多的温柔，再多的情意，只是一张美丽的面具，是不是能够天上若有神明，请听我的祷告，保佑瑞恒跟立信平安回来，请保佑他们安然脱险，平安无事。你跟依云又有什么不对呀？妈，你去睡吧，不要为我们的事情担心了，没事。你叫我怎么睡得着呢？你们这两夫妻好不容易才和好，现在又为了什么嘛？是不是因为我反对依云出去做事，又惹得她不高兴了？妈，不是因为这个了。你不要乱猜了。我看呢，我干脆搬出去住算了。你们夫妻两个这个样子，我住的也是心神不宁的。妈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你根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嘛。依云她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依云到底还有多少不能向你这个做丈夫开口的事啊？妈，小声一点。哼，你一向是那么自信，又那么自负，怎么会娶了个老婆变得连话都不敢说了？妈，你不会明白的啦。我是不明白。我是真的不明白，啊！妈，你还没睡啊？
现在已经是半夜一两点，我已经睡了一大觉起来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呢？是想心事吗？还是那么有雅兴的在赏月？早点睡吧，陈翔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男人在外边闯夜就是要精神，要专心。你这做妻子的应该多体贴他一点，凡事都为他着想，别那么任性，别再惹出那些枝枝节节风风雨雨的事情来打击他的心情。陈翔，睡觉吧。我想跟你谈谈。我很累了。叔叔，妈，是，瑞浩，李欣，怎么样了？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，听说还在打捞之中，我正在赶办手续。我明天赶去。是，今后，我们是张家，都靠瑞恒了。瑞安，怎么都过年，我没有消息。叔叔，我也撑不了多久了。叔叔，你少说话。玉夫，你好好的养病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。是的，爸，您呢就不用操心了。老亲，这张氏企业。今后都靠瑞恒了。叔叔，你放心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这样才会容易康复的快。不要再讲话了。难，不会的，爸，不会的，你一定会好，你一定会好的。大嫂，我爸爸到底怎么样了？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，否则照他的情况，应该是动手术。可是，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，所以。
你看，结果惹了这么一连串的事情。唉，真是人有旦夕祸福。瑞恒跟立新好好的出门，唉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，瑞恒也不会带立新出国。大嫂，你不要自责嘛，是瑞恒他对不起你啊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只祈求瑞恒跟立新能够平安回来。瑞恒能够拥有你真是他的福气。对了，叔叔这一次情况不稳定，我看公司的事情可能要交给你全权处理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这次的意外影响到庄氏企业的。那这样子一切仰仗你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这都是你要的文件。好。你去通知和泰的赵董，还有欧顺的张总，叫他们过来签约好了。副总，那两个案子董事会不是还没通过吗？而且总经理也还没批准，他说要等到祖国回来以后再处理啊。做生意讲究的是分秒必争，总经理现在下落不明，你想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公司一切的业务现在开始由我全权负责。是，副总，我马上通知他。真是天助我江子森。嗯，再过不久我就是张氏企业的王啊。哎，干嘛皱个眉头？你不替我高兴的啊？志深，我总觉得……我不许你说我不喜欢听的话，你应该替我高兴吧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张瑞恒他回不来的话，我就理所当然的是张氏企业的董事长。嗯，就算他回来了，到时候啊恐怕也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全部都部署好了，而我用的方法就连江曼青啊他都不会相信的。子深，你喝醉了，不要再喝了。还没有，我没喝，我没有喝醉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醒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人物，现在居然变成张氏企业的王。不要再喝了。美丽，而你呢？你就是皇后啊！因为只有你了解我的成功是多么的不容易，只有你了解我受了多少的委屈。可是现在，我要他们好看，我要向他们反击。你喝醉了，你先躺下。我没有醉，我没有醉。我去帮你倒杯热茶。
真的好担心你，我要怎么劝你？你变得实在太多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和你在一起，可是我那么喜欢你。我才是王，我才是张世界的王。我是我，没有传来进一步的消息。瑞恒和立新到底是生还是？7点有个 party 在大安俱乐部，我准时来接你。要出去？我想去办点事情。办什么事？已经闹得满天风雨了，让陈翔精神和名誉上受了严重的打击，你真应该好好检讨检讨。除非有必须的理由，我看你啊，最好不要随便的出门。我想去看我妹妹，这应该算是很正当的理由吧？你前天不是才从你妹妹那儿回来吗？现在还有什么非去不可的理由呢？妈，我该有我行动的自由，你虽然是我婆婆，我请你不要剥夺我的权利。我是要防止你再做出败坏我们陈家门风的事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不能让你再做出伤害陈翔的事情。依林，开门呐！依林，他不在。他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他去南部拍戏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谢谢你，我是他姐姐。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不能，我不要再受制于人，我应该拿出勇气来面对这残酷的一切。我只想打搅你几分钟的时间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空。再忙，这点时间应该有吧。我只是想知道，瑞恒跟立新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。你不觉得你做得太过分了吗？你在这个时候来打听我丈夫跟我女儿的消息。江医师，你不是个吝啬的人，也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。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否平安无事。就算是普通朋友，这种关心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更何况立新是我生的，他的生死我能不关心？
我能置之度外吗？对我来说，你跟立新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所以你的关心根本就是多余的。江满清，你不要用法律来压制我。你扪心自问，你爱过立新吗？如果你爱过他，你应该谅解我现在的心情。如果立新能够平安回来。 不管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再也不会放弃他了。他需要一个真正的母亲，而不是法律上虚有其名、对他残酷无情的母亲。我有足够的证据，证明你是个失职的母亲。如果不是你，他们今天不会遭到这么大的劫难。你难道一点都不反省你自己，连最基本的人性你都丧失了吗？你在说些什么？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吗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再也不会退缩了。只要立新活着，我会跟你力争到底。哼。喂。哦，我是。 我是张瑞恒的太太，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真的，我现在可不可以跟他们讲话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好，谢谢。他们获救。 平安无事。妈，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？不是说好7点的吗？你去看依林了？你给我点面子好不好？你对妈撒谎，对我也撒谎。依林刚来找你。是因为……现在你不要找任何理由。 我对你太失望，我不应该那么相信你，我不应该娶了你。陈翔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要跟我解释，解释也没有用。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。陈家的祖先究竟是做了什么孽？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媳妇？ 妈，你去睡吧，我来等门。不必了，哼，我好好一个儿子，自从娶了你，变成这个样子，
你逼得他连家都不敢回了。喂，我这里是民生派出所，请问你是陈翔的家人吗？我是他太太，请问他出什么事？陈翔怎么了？陈翔怎么了？陈先生在民生东路发生车祸。车祸？他现在人怎么样？ 好的，谢谢你，我马上过来。妈，你滚开！你这个扫把星，败家精！我儿子也有三长两短，我会跟你拼命！陈翔，妈，陈翔没有事，是他撞到别人呢。他现在人在派出所，我去保他回来。 谢谢，陈翔。陈太太，请你听个名字。好。手续你太办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至于民事部分，你自己跟伤者家属私下和解。谢谢你，警官。陈翔，我们走吧。 再见。哎呀，我的儿子，你真是把你妈吓死了，真是把妈吓死了。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你撞到的是什么人呢？一个摊贩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可是脚可能会瘫痪。明天我到医院去看看，还有。 跟人家谈谈赔偿的问题。对方未免太不小心了，赔偿倒是事小，这件事情万一明天又登在报上，那我们可受不了。儿子，我给你煮了一碗猪脚面线，我端来给你吃啊，是去煤气的。最近我们这个家呀，实在太煤了，所以才会出这种事情。 干什么呢？我知道你心里烦，心里很苦，可是你不要这样作践自己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够了，这又不是啤酒，也不能这样喝呀。要想喝酒，待会儿再喝啊。来，先把这碗猪脚面线吃了，乖，听话。妈，你不要管我了，你们统统都不要管我，让我先静一静。 儿子，就算我这个做妈的求你，你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妈，我也求你好不好？你不要管我，你们都不要管我，让我先静一静。 陈翔，你滚开你！我永远都待在尽头。陈翔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是谁过分？是谁过分？你不要对我吼，你也不要对我叫，要不是为了孩子，你原来为了孩子还留在我身边，走，现在就给我走！我一点都不稀罕，我要的是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人。 而不是一个毫无灵魂的躯壳。走啊！
怎么走？走，走！哎呀，好了，半夜三更发什么酒疯啊？不要惹得左右邻舍看笑，外边风风雨雨的闲话已经够多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再也不会有闲言闲语来困扰你了。我今天晚上走了以后，我永远不会再踏进陈家的大门。陈翔，我们的情分就到此结束。张瑞恒搭今天下午的飞机回来，我们就按照一切原定的计划进行。你们放心好了，只要你们支持我，你们的好处我不会忘记的。没有问题，既然支持你，我们就会支持到底。不过你自己到底有多少把握呢？我当然是很有把握的，而且我这一次是背水一战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我全部都部署好了。唯一让我担心的是江曼青。江曼青，他不是一向都很支持你吗？而且他正在跟张瑞恒闹着婚变。可是经过这一次的生离死别，我怕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了改变呢？江曼青她的立场改变的话，麻烦可就大了。哎，我有个主意，我们可以。喂，我是大嫂啊，怎么样？会，我当然会去接他们呢。会会会，瑞恒呐，是大难不死嘛。有什么事情比这个重要呢？好好好，好，我等一下过来接你好了。
哎，好，好，待会见。李欣，瑞文，恭喜啊！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瑞恒，我们赶快上车吧。婶婶，大哥，瑞恒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天波，乖。叔叔，瑞恒，好，回来，好，我安心。爸爸，你不要太激动了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的。我会留着一口气，我要把事情交代清楚。玉夫，你就少说几句话。大家都在，我要交代清楚，我要把张氏企业的房子交给瑞恒，一切今后由瑞恒来负责。叔叔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再商量吧。今后张氏企业一切都靠你了。瑞恒，你能平安回来，爸爸又把公司交给你，真是双喜临门呐、啊！晚上好好喝一杯，给你庆祝一下。嗯。刚回来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，改天再说吧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我想先找个住的地方。哎，你可以住我那儿啊。还是住饭店吧。爸爸，我们为什么不回家住呢？瑞恒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爸爸，我好想我的洋娃娃。妈妈，爸爸，我们赶快回去看我的洋娃娃。走了吗？回来干什么？
不要紧张。虽然我爸爸他不提拔我，他眼里没有我，可是到底还是我的岳父大人，我还是很敬重你的。爸爸，你让谁来继承你，我一点意见也没有。可是你要搞清楚啊，现在不是从前了，张氏企业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做主的。出去，公孙姐，出，你不必急，出去，我会出去的。你连唯一的女儿女婿你都不要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难怪瑞安一去就不回来了，就是被你的无情给伤透了心了。子思，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还说什么？跟我回去。我，哎，你搞清楚了。你是我江子森的老婆，哎，跟我回去。爸爸，这样也好，公私分明啊。以后我要是有什么作为的话，那是我靠我自己，不是靠你，你认清楚了。你混账！好好，混账！不要生气啊，玉母，不要生气。依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特地等你们，我要带立新去见我姐姐。姐姐怎么了？我姐姐昨天晚上流产，失血过多，她很想见立新，只有她能给她希望跟力量。她在哪家医院？快带我们去啊！怎么办？我已经让步，我也低头了。我决定将所有的仇恨都抛开，我要原谅瑞恒，关心李欣。可是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，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瑞恒关心的还是叶一云。我是失败，彻底的失败了。李欣，来。你是叶云的家属啊？是啊，他现在情形怎么样了？情况现在不太稳定，最好不要跟他说太多的话。我知道，我只想看看他。好了。叶云。你们来了，李欣在这儿。李欣，来。李欣，李欣，阿姨你生病了。阿姨，你是不是好痛好痛？
看到李欣，好高兴。依云，你要支持下去。李欣，阿姨，你不要哭，生病吃药就好了。依云，你要支持下去啊。我有一个要求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把立心还给我，不管花多大的代价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依云，我一定会尽量做到的。只是，不要让孩子受的伤害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呢。谢谢你，依云，依云，医生、护士，快来救人啊！快！千万不能死。哪位是叶玉云的丈夫啊？是我。那位同志在？医生。救他，一定要救他！是我们正在尽力抢救着吧。整天说爱我姐姐，你对她做了什么事？你算是个男人吗？她为了婚姻幸福，委曲求全，面对一个面善心恶、假情假意、背后里面只会欺负羞辱她的妈。嫁给你，他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。
就跟被软禁起来一样。你可以问问你妈，她是怎么对待她，她是对她做了些什么事。受尽人间悲欢离合，尝遍人生酸甜苦辣，对一切都已绝望的叶一云正等待着死神的召唤。各位观众，紫色的梦峰回路转，明天将有突破性的发展，敬请您合府准时收看紫色的梦。是不是可以